攞个蛋都要周围格格，我真系冇，我真系认输。腾腾，马田出来了。我哋而家咧身处喺咧西门町附近咧，有一个咧好特别嘅商场，有咧时光隧道咁样嘅感觉嘅。我哋而家咧一齐嚟睇下呢一度咧，其实咧就叫做万年商场啊，定万年商业大厦，佢只叫万年啦。咁咧就系一个比较旧式啲嘅商场，而里面咧集合咗咧最新潮嘅玩具同埋最新潮嘅时装，但系咧又好似走入去时光隧道咁。我哋咧一齐行下咧，你就会明白我讲紧乜嘢噶啦。睇下系扭蛋啊，高达头啊，睇下呢个。E.T. 啊，我估唔系好多人知咩系 E.T. 哦、啊，唉，不如抽一个啊！你睇下原价系300日圓啦，但系咧嚟到台湾咧150日圓都几贵。不过咧呢度啲扭蛋个定价系乱定噶，嗱、這、呢个又系300日圓啦，扭咧系100嘅啫，争50% 咯个价钱。但系我哋系土豪嚟噶嘛，系咪先？好嚟啦，准备啊，睇下先要咩咧？梗系要呢个啦，一定系呢、這个。系咩咧？你估系咩啊？睇住啊，准备啊，打开，佢，佢，睇唔睇到？哦，红色帽，睇下，红色帽呢只 E.T. 好细致喎，个样都 OK 啦，算系咁啦。中伏啦，雜蛋啦、啊，雜蛋，你知唔知咩系雜蛋啊？喺而家呢个年代咧，冇人睇到咩系雜蛋。冇嘢啊，有人抽到单车，我收皮。咁呢度咧，其他地方咧就系类似呢啲啦，买玩具、买日本景品咁样。咁同之前咧嗰、那个台北地下街咧差唔多，都系买类似嘅嘢。不過這裡呢度咧好似咧集中啲，因為嗰度嗰條路太過長，如果你要行曬咧係好浪費腳骨力。因為每一間鋪咧都比較細間啲，同埋咧黐埋曬一齊，哇！黑到咁樣嘅呢間全黑喎，燈都費事開喎。福蛋，你覺得係咩咧？30日圓會係咩咧？係咪嗰啲平時抽唔到嗰啲咧？我哋不如試一個啊！好嚟啊！妈，我的妈！你估我抽咗啲咩？我隔住个扭蛋壳已经见到系咩嚟啦！呢间嘢个店主个妈妈好唔得闲，你觉得可以系点？我都话呢度系时光隧道嚟噶啦，等我带你睇下咩叫时光隧道。你睇我扭咗啲乜嘢出嚟？系 NDS 嘅笔啊！你哋知唔知咩 NDS 啊？我谂我2岁嗰阵时玩过啦，即系咧。任天堂嘅手提遊戲機應該而家都停咗產㗎啦，係咪啊？呢支就係個支筆，因為佢有兩個 mon 嘅，一個 mon 係篤嘅，咁要用筆咧去篤嘅。嗱，冇呃你啊，呢張就係嗰張紙啦。你睇下上面，2006年啊，13年前嘅扭蛋啊。睇下呢度有得賣喎，我哋嗰只咧200日圓，單車你睇下幾多錢？單車700啊，黐線嘅。哪里有 Game Boy 袋？有冇兴趣？老番索袋，砌图谱啊，咁好潮流特区啊感觉。呢间咧啲嘢咧就系全新嘅，但系咧你估下佢而家最热卖系乜嘢？魔神英雄传啊！哇，真系呢、這个你识咧，我真系赞你劲啊！你應該有30多啊，應該。如果你唔識咧，我可以用一句咧解釋俾你聽，《魔神英雄傳》係咩？就係機會嚟啦，飛雲呢個嘢出處就喺呢度。講完賣 game 嘅 game 鋪，哇！宇宙船啊，有冇人知咩係宇宙船啊？好似執曬噶啦，已經。嗱，大家咧睇下呢啲好啦。
下面嗰啲咧唔係好啱你哋。呢度咧，呢啲咧又係咧。如果你識咧，你係有翻夠十一年幾啊？睇住啊！恐龍戰隊超舊，之後呢個，呢個唔記得咗個名啊！呢個地隱俠、風飄俠、水捲俠，但我唔記得咗佢套動畫叫咩名字？魔動王係咪？佢哋可以變做一個頭噶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到一個咁樣嘅情況。其實咧，日本咧呢十年廿年咧，佢哋出嗰啲嘢咧，好多時咧都係偏向咧俾啲咧最高消費力嗰啲，即係譬如可能而家已經大咗啦，佢哋會大個買翻自己細個嘅玩具，所以咧係出好多咧好貴嘅玩具咧係貨大人嘅。譬如而家你眼前見到嗰啲模型，以前係俾細路仔砌噶嘛，但係而家咧有啲咧就做好曬啊，咩做成超合金啊，砌好曬。而家啲細路咧，因為太 iPad 啊嗰啲嘢啦，所以咧模型啊、實體玩具嘅銷量咧越嚟越差，變咗個市場咧慢慢咧導向咧就係、是、玩具係貨大人嘅，小朋友就打機咁樣。嚟睇下，全部都係嗰啲舊嘢，龍珠。而家新嗰啲咧，你可以睇到好難商品化，因為都係角色嚟嘅。唔同以前咧，喐親都係機械人咧，好容易做模型啊，做公仔，一做成呢啲咧就唔知點樣印噶啦。好啦，各位潮流嘅觀眾，呢度咧就交俾你哋鑑賞啦，好嘛？幾型啊，咁樣著，係嘛？呢啲鞋幾靚啊！你哋而家最興嗰啲啊，著長襪、著拖鞋啊，我見一個踩一個，話俾你知。啊！呢啲啊靓啊，呢啲，跟住咧，我先见到呢啲咧，超想买嘅，睇下呢个哥斯拉北斗之拳。跟住我头先问佢几多钱一件啦，大概，跟住佢话咧9000到20000蚊。虽然我已经系顶级嘅富豪，但系去到呢个 level 我都系比唔起。我哋已经有咧潮流特区啦。旺中啦，唔爭在咧，做埋先達啦。好啦，咁如果咧你咧同你男朋友嚟旅行，跟住咧錯誤咁闖入咗呢個商場，你覺得冇嘢睇咧，你唔緊要，你放佢上樓上睇模型，跟住你話我自己行下得噶啦，轉頭落嚟咧，我再同你匯合啦，咁你就可以落嚟呢度啦。跟住你就可以屈佢俾錢啦。點睇？冇介紹錯，其實我哋呢度呢個 channel 女性觀眾咧都仲係比較多，所以我哋咧。不會忘記你們的存在，我已經提供了最好的額前首選，不是，你就可以跟他說了，難得你旅行，一人你買一件回香港啦，這樣啦，反正個夾有位，那你就可以選件小小地買個 Chanel 袋算啦，他就自己買一盒高達啦。打火機、銀鏈必備啊。你穿牛仔褲呢，如果沒有配條那些這樣的鏈，不如不要穿褲，真的不是開玩笑，一定要有。我喜歡他的鋪頭名好深啊，個寓意。這個平面圖呢用手畫的，這字挺漂亮的，用毛筆畫是吧？好，落埋嚟啦，落埋嚟呢層呢，信和怎麼看？有沒有信和的感覺？全部都是買錶的。這些呢又是必備的，這些沒有真的，不要說自己夠 M 機。記不記得他啊？這間白兒咯，會發生這樣的事的嗎？拿個蛋都要周圍格價，我真的沒有，我真的認輸，扭蛋都說得便宜。自己想吧，自己小心一點吧，不要像我那樣被人騙了。最低那層呢就是地牢，地牢呢還要有東西吃的，不過不知道東西好不好吃的呢，下去看看先。萬年蚵仔煎全部都是台式東西來的，這裡呢是牛扒，跟著那些是台式麵啊，那類型的東西多一點。這個是什麼？哇，這個真咖喱鍋，你有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咖喱鍋？咖喱鍋就是咖喱王。佢呢個圖令我好在意啊，唔啱比例啊，撳扁咗噶，拉長咗噶，
个圆形唔圆嘅呢个。有冇人知咧咩系甜不辣啊？甜不辣就系一个咧类似鱼蛋咁嘅嘢炸咗。但你知唔知甜不辣呢个名系点嚟嘅？甜不辣嘅英文系 tempura， 即系其实系天妇罗嘅英文名嚟嘅。就系咁样啦，我哋咧行晒咧四层嘅商场啊，点样？你好难俾一个嘢去统称呢一度，因为入边咧实在包含咗咧太多太多唔同嘅嘢啦。就是这样啦，咁咧今集咧就嚟到呢度啦，记得 like Facebook 啦，可以做大家订阅啦，之后可以加会员赞助。我哋咧逢星期一、四、三、四、五咧都会有新片嘅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你啊，几老土啲走马灯，最有 pattern 嘅，唔系乱嚟嘅。